有啊，系啊，好似陌生。第一次，也是没有看到，再去醒一下。哎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叫大姨。叫大爷，陈凯的你们，这个是谁的？哪里？你拿手，看他要动你吗？你真棒！李晨，哦，你叫佢名，可能佢好熟悉啊！呢把声，快啲叫。你闻得好好噶啦，你差嘢，真系成桶。他是在你爸爸当时夹你哦，两只脚。大爷，好似个大爷爸。我就跟你讲，你放了久了，就是你要放下来之后，它更紧，它不长。做咩好似好瘦咁样嘅？系好瘦。我俾你个仔食饭。哎呀，婆婆那边，婆婆，嗯，哎呀，跟呢？咦 ，baby 咧？啊，而家是嚟睇我。我知你仲有一个，仲未高，高啊先。我阿妈抱到十一十啊。我想你婆婆时啊，翻工啦。嗯，系啊，呢度热啊，三点。头先我两点几翻嚟，三点啊。未，我要过嚟，我唔得，我而家始终咁无聊，吓，而家始终眼眼流晒。今晚唔使瞓咗咯，咁样。你唔知佢坐飞机廿四小时冇乜瞓到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叫来，叫这个是谁？来，没有叫人。到这边。上，好啦，唔受欢迎我咧。是不是？唔緊要啦，或者你感冒咗啲。我好多咯，你睇下。係啊，唔緊要啦，遲啲佢就會俾你抱啦。馬太高你，嗰個時代冇幫我。哦，阿恐怖又要開始。誒，我睇得細啫。你睇下，做什麼？我位置都可以。買翻兩個枕頭攞走，呢個可以搖下佢。终于写得开了，小心点。哎，张正凯，你可以捉捉钉钉吗？这种应该抓去塞进跑位，直接全就没有了。爬地咁样，唔紧要啦，俾佢喐啦，哎呀。俾佢喐，俾喐。有没有顾哈？平时你放他跑吧哈。在我家的空间很小啊。哦，他就跑来跑去啊，他会显得亮。他就比较少运动到了，其实。我们就是没有这样活跃。佢再咁运动，佢真系食翻，屈住你，佢唔食嘢喎。但系呢个系佢嘅性格嚟，你都阻止唔到噶。你唔通叫人跑？可是好像你家不是有那个花园咩？没有整开的吗？现在冬天。啊，如果好像有一季有开那花园，也是不大的，很是很小的。啊？也是很小的。我的客厅，我的客厅跟厨房就是好像这个空间的，这个全部空间的一半。这个全部的空间的一半。对。对。我的客厅哦，就好像那个这边这样子哦，里面这边也是这样子哦。是什么屋子啊？两房的排屋啊。两房的排屋。单层，也有双层。房在楼上。如果 baby 要瞓，点帮 baby 瞓？就会咁关节。